不需要技能之前的卡莎精神英雄，不是很吃技能之前的，这个版本技能之前加不了多少。你只要能 W 戳到人，他就不会缺蓝。卡莎精神英雄主要是靠 W 回蓝的，现在撕破伤口送的奖杯。W 戳到一个人能回很多蓝，你 W 戳不到人的话，你有技能生下来也不会。你能戳到人就不会缺蓝。你很来劲啊！我马上就逃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还有吗？继续，来打，怕什么？游戏结束。现在大圣子改版啊，不对，飞机改版了。你还敢撞上来，那不好意思，我这波视野卡得好，他以为我走了，但是我在他撞出来一瞬间往前走。跳他，跳他，你干嘛？偷他一手，他没魔抗的，偷他一波大的，他肯定要贪的，他不可能想到我来了。游戏结束，去攻吧，我追上。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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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摩托哥，这菜刀先放下，咱们有话好说。啊，受不了！
跳秒杀，先攻过来。打不动，血越打越多，打了一轮，血越来越多了。别怕兄弟，回头跳他。道理了，有点打不动。菜刀我就没了。
看多了，对不起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卡牌？别闪！别闪！别闪！哎呦，我今天被抢了两个五杀了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，还行吧。我说这把会很大的，但是这五杀没拿到。